一个女人后半生拼的是什么？后半生拼的不是丈夫，而是乐观坚强的心态，扎实过硬的谋生技能，智慧通达的幸福思维，健康的身体和优秀的下一代。优秀的女人最后都嫁给了自己，放下所有的诱惑，看淡一切，才能顺缘自在。